家好，啱啱大家睇到嘅嗰个就係帆船模型比赛嘅现场。咁讲起帆船比赛呢，可以追溯到1920年喺英国就已经成立咗呢个世界航海模型联合会啦。咁联合会每年呢都会组织一次世界性嘅比赛。当然啦，喺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呢都会有一啲民间嘅自发组织嘅一啲比赛。模型帆船嘅比赛呢有分好多级别嘅，咁其中一种级别呢就叫做 RG65， 意思即係话係船嘅长度係650毫米。而家呢我就向大家介绍呢一款由 Joysway 出品嘅 DragonForce V5R65 级别嘅模型帆船。 OK， 我哋开箱睇睇里面有啲咩先。咁首先我哋见到嘅呢就係一份说明书啦。說明書裏面呢就寫了很多安裝帆船的配件和具體怎樣裝這個帆船的。之後呢就是帆船的主體了。這一款 DF65 帆船呢它是分有黑色和白色那款的，這一款就是白色那款。那船艙裏面呢就有一個電池盒啦，需要4粒電池的。那之後就有一個拉帆的旋转器和尾舵板的拉杆遥控器。船头呢就有一系列的铁环的，这些铁环呢是用来穿拉帆索的帆绳的。后边呢就有一个圆窿，这个窿是插这个帆的尾杆，后边呢就用来安装帆的龙骨的。咁我哋再睇睇船嘅后边嗰部分啦。咁我哋见到一个拉环，呢个拉环呢就係一个无线电接收器嘅开关。咁佢旁边呢就有一个船舵嘅拉杆。咁呢条白色嘅拉索呢係从旋转器引出嚟嘅，之后引到船嘅外面，通过一个滑轮又将呢个拉索拉到船头。咁我哋睇睇船嘅從頭到尾睇一次。咁呢我哋見到就係我安裝帆杆嘅地方啦，同埋船艙啦。咁船嘅尾部啦。咁啱啱講到啦，呢個拉環呢係一個無線電接收器嘅開關嚟嘅。咁這個開關呢可以控制接收器，無需打開帆的甲板都可以在外邊打開這個開關的。我們看到這個呢就是船的桅杆了。這個桅杆呢是分上下兩部分的，兩部分連接起身再跟船的主體連接。這一包是一個工具包，咁裏面有好多嘅螺絲啦，同埋我哋需要安裝帆船嘅一啲繩。之後我哋睇睇呢個帆係點樣嘅先。咁首先呢我哋見到嘅係一個主帆啦，帆船嘅主帆上面呢係印住龍頭嘅尾部嘅。咁呢個帆船嘅帆呢係分為兩部分嘅。之後就有一個前三角帆，咁前三角帆就印住龍頭嘅前部分嘅，咁兩個帆拼埋一齊咧，就係一個龍頭嘅圖案，咁睇落去都幾型下嘅。接住落嚟，我哋見到嘅咧就係一個龍骨嘅底部，咁呢個龍骨嘅底部咧係攞金屬造成嘅，咁都幾重下嘅，咁佢嘅作用咧就係同龍骨喺一齊嚟防止船的側移和側翻的。之後就有一個防水帶了，是我們貼著船和水接觸的那些罅位的，防止水的滲入。那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遙控器了，
咁呢個氧氣咧有四個頻道嘅，咁呢個帆船咧我哋只需要有兩個頻道嘅啫，咁可以將其他嗰兩個頻道關咗佢嘅。咁打開個蓋咧，就見到有兩個金屬嘅小把手。咁呢個氧氣咧，同樣係需要四粒嘅電池嘅。咁喺呢個金屬把手後邊咧，個底部嗰度咧係有一個長方形嘅窿嘅，咁佢啱啱好係同嗰個氧氣嘅嗰個金屬嘅長方形嗰條嘢咧係啱啱好能夠吻合嘅。咁樣吻合咗之後咧，就呢個把手就會好穩咁樣插喺個氧氣裏邊嘅啦。之後我哋見到一個就是黑色的防水板啦，咁呢個防水板咧係愛嚟蓋住船艙嘅，同埋船艙前面有一個小橢圓嘅窿嘅。咁泡沫板嘅後邊咧仲有好多配件嘅喎，我哋慢慢嚟睇睇下裏邊有啲咩先。咁首先我哋見到嘅就係船嘅舵板啦。咁、这、呢個舵板咧係安裝喺船嘅後邊嘅，愛嚟控制帆船嘅方向。咁我哋見到嘅呢啲有長有短嘅鐵通咧，係愛嚟安裝帆船嘅展示架嘅。咁安裝咗之後咧，帆船可以放喺個展示架裏邊安裝其他嘅部分啦，同埋展示呢個帆船嘅。咁呢個咧就是、一個主帆嘅橫杆啦。咁主帆橫杆上邊咧有一個斜拉器嘅，咁通過旋轉呢個螺母咧可以調節斜拉器嘅鬆緊嘅，斜拉器嘅呢個角度。咁呢個咧就係前帆嘅橫杆。咁前邊咧佢有個金屬嘅部分咧，佢係愛嚟保證呢個前帆嘅水平狀態嘅。之後我見到呢個就係一個龍骨啦，咁呢個龍骨咧就係同我哋啱啱見到嗰個龍骨底部咧係連埋喺一齊嘅。咁喺下一段片咧，我會將向大家展示點樣去安裝呢隻帆船嘅。咁如果對呢段片感興趣嘅朋友咧，就請點個讚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啦。咁如果對航海方面感興趣嘅朋友咧，就請關注 Ferris 登塔體育。咁喺依段片嘅最後咧，會有登塔體育嘅二維碼嘅。OK， 咁我哋下一段片見啦，拜拜。